每天不吃几个脑筋急转弯，我都怕他活得太寂寞了。什么动物打死了他，却留着你的血？蚊子。那么谁天天去看病呢？医生。什么布剪不断？瀑布。加热会凝固的东西，而且还能吃的是什么？蛋。打狗看主人，打虎看什么呢？看胆量。打什么东西不费力气？打瞌睡。什么东西越生气越大呢？脾气。那什么人最不听话？聋子。什么虎吓人但是不吃人呢？纸老虎。那牛鼻子上有一朵花是什么花呢？牵牛花。熊为什么冬眠会睡那么久？没人敢叫醒他。世界上是先有男人还是先有女人呢？先有男人，因为叫先生。医治晕车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？不坐车。那为什么妈妈几个月不给孩子吃饭，可孩子依然长得很好呢？因为这个孩子还是个胎儿。对人类来说，除了阳光，还有什么光最重要？时光。一寸光阴一寸金，寸金难买寸光阴。什么地方有河有海却没有水？地图上。那在船上见的最多的是什么呢？水。什么样的山和海可以移动？人山人海。你为什么知道这么多呢？因为我看了脑筋急转弯呀。福播免费视频群社区，右上角点击搜索，再点击公众号，输入福播，关注福播后进内部群。